Hello 哥 ，Hello。呀，腿太长，所以打结了吗？这是，就腿长到打结吗？哎，结你结什么？哎，你结什么？结开。打结，结什么？解开我。是一个，你们是一个队吗？我们不是一个，你们怎么是一个色系的？你在说什么？什么叫我们是一个色系的？对啊，你是眼睛，你看你是白，他是白红，你是红，哦，是，你是黑啊？但是你们都有黑啊。Hello，Hello， 你是合作了某款唇釉吗？你每天都这样，为什么？对啊，我就喜欢这个，好看的，好看的，好看的。但其实你作为东北人，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嘴唇的肉，叫唇釉。唇釉啊！哦，你这是唇釉了，你这玩意是唇釉，我是唇釉风。首先，我们将会进行默契二选一的挑战游戏。本游戏需要参与者的勇气、度量、口才与强大的心理素质。如果给你们一个只能二选一的选择，你会给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答案呢？大家又会默契地猜出你的答案吗？首先，我们将会进行默契二选一的挑战游戏。本游戏需要参与者的勇气、度量、口才与强大的心理素质。如果给你们一个只能二选一的选择，你会给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答案呢？大家又会默契地猜出你的答案吗？啊，我选一。你退休前最后一个舞台，你会选择以下哪位歌手一起合作？一单依纯，二周笔畅。我觉得一吧，他退休最后一个舞台了，我都多少岁了？问你呢，他多少岁了？就是跟你一块来一个终身成就。不是，我可能早退休了呢。没有啊，你可以唱到100岁，活不了那么久，活得了。想的，因为小善跟他在节目常驻，可能互相了解比较多。早就腻了。腻了，你们都没有一起合唱过，怎么腻？就早就看腻了。看是肯定看腻了，对不对？没有，但是也是合作嘛。流行。耶！只有你选错了。如果你可以改变，你更想拥有周深的嗓音还是刘宇宁的身高？我分析啊，他应该会选择周深的嗓音，因为他已经够高的了。嗯。这里的题应该全部都跟我们现场所有人有关系，就是互相伤害。对，是。结束了之后就拜拜。也不至于了，是来吧。我有答案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也没有准备客气。哦，是吗？哇！哇！请看姚晓棠的挑战问题。你只能在意。啊！哥，我只能选你了，我没有办法选自己。不，作为男人要自信。哇，这在互让。要自信。我今天不管什么，我磕定了，我一定要死选一。为什么？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答案是一。Yes。Yes。我也不想跟你合作。我要说一下理由哈，因为那个两位老师都各有千秋哈，各有千秋。千秋这句话就不用铺垫了，咱就是说不用了，不用铺垫。没事，他讨厌你。对，他讨厌你。没有，是因为我就是单纯针对我。不是，没有。我是你又录不了，不录了。哥，别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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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不是，有可能也是尊老爱幼呢。有可能啊，因为据我所知，我应该年纪比王琳凯大，我喜欢。明白他。哦，哥哥。对。知道为什么我选一吗？因为我看过你演的戏，我觉得你更有画面感，更能够让比比姐磕一下。哦，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二人站在一起简直啊，行了，这个就下一趴吧。各有千秋，各有千秋。你们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你是懂 reaction 的，你是。谢谢。来吧 ，OK。接下来有请刘宇宁，请看刘宇宁的挑战问题。
你想要歌红还是人红？歌红还是人红？我知道了，我选好了。我也选好了，我也选好。请各位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举牌。来吧，三、二、一。哇！竟然终于对了一题，谢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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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你选的是什么人？你选的人红是吧？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人红了，歌能红，但是歌红了，人不一定能红。是这个道理了。确实是这个道理。对，确实是这个道理。而且人红了会有很多很多歌，但歌红了不一定你有很多很多歌。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人已经太红，没有空间了。不是，不是。你们说这个肯定也是没错的，因为你人首先你红了，你的歌收的歌可能机会更多嘛，对啊，然后你可能有更多人听到你的歌嘛，对啊，对啊。但你为什么选歌红呢？因为我就是靠歌来到今天的，初心呗，就初心。对，我最开始的，对对对。我觉得歌手可能都是希望自己有好的作品，对，作品立身之本嘛，对，我而且我是这么来的，所以我是这么选择的啊。看来我们把你想得太肤浅了，对不起。不是，我就是一个肤浅的人。你不要代表我们做二选的人，我没有这么浅的。我跟他关系也不是很好。真服了。请问刘惜君，如果薛之谦和周笔畅同一天举办生日演唱会，并邀请你当嘉宾，你会选择去哪一场？哇！我的妈呀！你竟然跟薛之谦同一天生日，很奇怪，开玩笑。也是啊，但是是举办生日场，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哎呀，谢谢你，我要对一题。松快了。哎呀，不是，但是有个关键词是薛之谦过生日哦。啊，是，这个也会让我有点纠结，这个是不是？对，但是过生日。反正刚过完嘛，好吧，对吧 ？AB， 我也觉得可以，好，一起玩一下。OK，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什么鬼？如果你的面前有两首新歌，你只能选择一首演唱，一首是方文山作词的新歌，二是薛之谦作词的新歌。哎，这些题是针对薛之谦的是吧？我发现了后面这两个是。哎，薛之谦今天不来，是不是也能挣这份钱？啊，是这样的吗？只要节目 Q 到，就要给打通告费。不会啊，就 Q 到他，我们要用他，但是不给他通告费。我觉得他对他来说很难选，请大家做出选择，来吧，三、二、一，请选择。Yeah! 为什么？理由？我会过去要求薛之谦，然后能不能把词改成方文山的风格？那明明都已经有方文山本人做的了，你为什么要他宁愿听薛老师自改，这么也不写方文山。也就是方文山老师的词，就是你没法提出修改意见嘛？就这个作为薛老师就可以随便，他是朋友嘛，可以去商量嘛？哦，是不是这个逻辑？这个答案好，你抄一遍啊？什么？没有，什么逻辑？这个答案好，这个答案好。好，游戏结束，大家可以听歌了。请看六位原创音乐人的专属标签，一个是我不写传统情歌，什么意思？什么叫传统情歌？我们听听谁的歌是传统情歌？这里面肯定有传统情歌，这六首里面。好，第二个我写过400多首 OST， 那我们应该合作过。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个，哦，周杰。当然也是方文山老师。方文老师，开玩笑。我在想的是，三如果是方文山老师的话，那刚才我们聊比比那道题目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选方文山老师。一会儿有什么脸进他房间？我选。你肯定没脸进去了，对不对？没选他。没脸。我可以去解释一下。可以，道个歉，赔礼道歉去。大家现在想听哪个？三吧。三。是吗？那我也不确定。不能是吧？不能是吧？呀！啊！真的！真的是！哇！对不起。
哦，栾一泽，栾一泽来过，小栾。我那个月色，月色，月色，月色。那你那首歌传统吗？啊，不传统，是吧？挺不传统的。哇，那很期待，蛮舞台的，蛮舞台，很期待。要继续无法回头的公式所教你的方向，没起来以为会推一个给我闪了一下星空如火掠夺摩擦在流言中如何打破机会不甘心动无限相容暗夜火光交错流星中陨落谁是噩梦谁代价所谁好听好听，真不错。王林凯，这一听就你的歌啊！是，我特别想选，选完之后让你唱，又要跟我合唱，我给你伴舞这个歌，你选，我给你伴舞。好比比哦，这首歌，我觉得是的。我脑海中有你的声线，我是他吗？你俩都可以，我觉得。哎。直接掐掉了还行，就是要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好听，好听，好听，这个歌好听。我写过400多首 OST， 看看是我们哪位好熟人，吴志伟。写了400首，我没有合作过。但我跟他有合作过。啊，有，我有合作过，我有合作过。啊，你也有？对。那哇塞，那我唱的 OST 还是不够多，我没有跟老师合作过。大部分是 TVB 那边的 OST，我们还没有唱到那边。哇，今天每首歌的风格都很不一样哦。王林凯，你哪个？我都可以，我可以唱虞姬啊。不是你刚选的，刚才你刚选的那个，我以为你想我用的，我以为你跟我说走啊，我们选这个。走，再来一对儿。每位歌手在限时60分钟内可以自由进入房间与原创音乐人交流。并给喜欢的歌曲送出唱片表达意愿。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Tender， 想聊会儿。你们选哪个？邵老师啊，这期你对哪首歌感兴趣？我特别好奇。我都很喜欢。你不要说这些、啊，你会哪个会扔 CD 给他？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雨田这种。Tender， 你给我唱两句我听听。你会唱吗？我忘记了，我刚听完我还会唱。Baby， 当回夜中的月光。好了，走吧 ，Let's go。走。六个卡。六个，拿你自己的。我来了，拿你的 CD， 然后遇到你想给的，你就可以拿 CD 给他。如果是给，方文山老师那，你得赔礼道歉吧？对，要赔礼道歉。那咱俩一块去吧，我是要给一个的。好，这边请、啊。你这边都可以随便看看，我们这边南北通透。实在不行，您可以看一下考虑那边的别墅，就那边就是一望下去可以看到湖景。我们这小区绿化都做的还是蛮不错。说白衬衫好像卖房子，你这一面。刚刚就卖房呀、啊，就是在演这出。这边是我们的三号房型。样板间是吧？哇。老师好 ，Hello， 我们一起吗？我们一起吗？可以啊，可以一起。我们把周笔畅给您带来了。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没有，很真实的一个节目。老师好。这么多人啊！好多人，我们像来上声乐课一样。感觉很像声乐课。那我们就一个个学生批作业吧。没有，大家都是有一定实力的，对，而且我都叫得出名字。哦，对啊，单依纯嘛。啊，谢谢老师。单老师，哎呦喂，单老师，老师好。刘喜君老师，我们的黄子老师，然后我们的那个，不要这样，姚小棠老师。哎呀，谢谢老师。哎呦。然后我们的刘希君老师，刘雨林，我前面有个，开玩笑，周笔畅老师都记得，对啊，给你叫出来，哇，好厉害，有没有想要试一下的？啊，哇天，现在吗？现直接哇塞，直接哇，是真的，真的才听完一遍哦。
因为试一下才知道那种哎感觉是怎么样的。你试，我就试一下。那这样，黄老师给我们唱个副歌，我们自己现在就学，我们感再多感受感受。哎呀，大家如果想给的话，可以给自己。好，我是要给。哦，当然，当然，我也是。好，那等一下老师选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啊啊啊！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我们先放这儿，对，到时候您反选我们。我也给谢谢谢谢给老师。好，两个。谢谢。啊，对，谢老师。拜拜。这是大学第一课。大学第一课。我今天能量已耗尽。就是现在没人去跟他去聊聊天呗。谢谢你们。啊，这里吗？就是吗？转角遇到爱。Hello。哎呀，没有人呀，还以为这人满为患呢。你们少来，你们是不是想故意耍我一下？什么意思？啊，没有啊。没有，我们就进来系个鞋带的。啊？走吧。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哦，来待会儿找你。对啊，怕你太寂寞了，来找你待会儿。谢谢你们。怎么样，虞姬？嗯，你虞姬啦？我是。嗨。霸王。哈哈哈哈。这个好笑。哈哈哈哈。所以你们两位女同是？我是那么粗的嗓子的虞姬啊，我去征战吧。我你的嗓子哪里粗？你可以夹起来的。大王，小玉共随你。要不要抢霸王？哈喽，阿哥。哎呦，哎，帅哥，霸王来了。你看这个头发就是造型就是了啊。你遇到台风了。好帅哦，你我看你一眼就觉得你帅。嗯，我真受不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他真的好帅，他有一种我年轻时候的。小鬼唱霸王好像也是。可以。不行，我不行。其实我也不行，我有点身材不像霸王。就是我如果唱霸王，我肯定要扮上，然后要踩在高跷，你懂吗？在那儿。行吧，那我们差不多了。好了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啊！行，我们再溜达溜达。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去吧啊，晚安。你要去哪？我在纠结我要不要去这个。Fender 去一下呗。没事吧？这个容易唱。容易吗？对啊，容易唱。那你跟我一起唱。我下去了。去吗？我们去聊一下。去啊，走。走呗，咱一块儿呗。行。Hello，Hello，Hello，老师好。哎 ，Hello， 你们一起来。对。来，坐。哇，这么多人啊！来。哎，没坐是吧？没事。那有钢琴呢？我就喜欢坐钢琴里。想问就是，老师有没有觉得适合的人选？对。你一开始想的，我其实有排名的，这是我心里，排名第一的，就是其实就为了他而变的。你们所有配器都是根据他性格而配置。哦，我觉得应该是一成，因为你的那个音色比较适合，就是夜里面，然后有点朦胧的那种。哎。有道理啊、哦！哎，我给你一张，老师，对，因为我还是觉得很好，非常好听的，对，谢谢，希望你能考虑我。他说 OK， 我觉得最适合的是刘惜君。依然很尴尬。Ouch！ 请注意，爆灯机制现在开启。我先去。没，你去吧，我开玩笑。接下来我们开始歌曲匹配环节。那你觉得哪位老师？我觉得各有千秋。哪边千哪边秋啊？哪边千哪边秋啊？你说呢？周笔畅老师告诉我是说，周笔畅老师说都不如我。没有开玩笑，没说。你我的当初
来不及落笔成书，你不在乎。你看看人家唱的，唱的真好，唱的真好。我站在裂缝中，那个也叫放。我心中，你最终悲关公，不想参与。前辈，你跟我聊天。不要介意那个。来哪儿难得成就，就叫《霸王别姬》。哦，是叫《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嗯。那的一举一动和那种心理的支撑，我就觉得会很有那种戏剧化的戏剧感，完成的非常好。哦，他们二人。我还蛮期待这个歌的，他得有多嗨，我特别好奇，看能不能让我们站起来。那很难，那很难。他一直在调高我们的，调高我的预期。等他一会儿上手，一动不动。哇哦，帅气帅气帅气，嗨起来嗨起来，朋友们啊！哟呼，这是干什么？补这么多灯光啊？我们都没有补光，他怎么补这么多光？他的手套还挺帅的。人家唱了一首歌，你的评价是手套很帅。他歌也很帅，但是手套也很帅。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人家根本不是这么唱的。哎，不是这么唱的吗？不是。自由无用的灵魂。